我不是来试镜的，我来找顾十一。难道是粉丝啊？不要来捣乱了，顾十一是不会见你的，走吧。那他怎么才能见我呢？简单，你不是粉丝吗？给你偶像多花点钱啊。好，那我投资这家公司可以吧？不要开玩笑了好吗？请你出去。麻烦你把这张名片交给你们公司可以谈投资的人，就说是艾丽莎委托的。阿丽莎小姐，你好，你好。久仰久仰久仰，您这边请。慢点。你们是不是有个叫郭十一的男孩要出道了呀？哦，原来您对他们那个组合感兴趣啊？不是呀，我只对郭十一一个人感兴趣。艾丽莎小姐，我以后可以经常见到郭十一了吧？实在不好意思，